看天空，一切都不同。曾经的那个我，消失无影无踪。不再相信谁能把谁救出，直到你闯入我的世界。就算这世界破裂成一片黑暗，我们在黑暗中方站。疾驰而过，夜航班分手的那片汪洋，我看见了无比崎岖的方向。麦田尽头有一抹金黄，就算我是光，光芒万丈，一个人能怎样？赴汤蹈火也只是为了你记得这一切最初的模样。走吧，回去干活吧，耽误一天。立轩，基地是你的，蓝关的项目也是你的，你有权利拱手送人，我也有权利退出。过来拿表。哦，帮我剪一下。你是个废物吗？自己剪一下会死啊。真生气了。这事儿吧，虽然张小贝是有点过分，但李寻的处理方式也没毛病啊。张小贝身后跟学校合作的是大企业，你们能怎么办？放弃蓝冠这个项目啊？那凭什么是我们放弃啊？哦，那不想放弃就接受现实了。你和李寻还真是一丘之貉啊。我可比李寻现实多了，要是让我遇上张小贝，我就要跟他狼狈为奸，我就假意先跟他合作，拿到我想要的东西之后，我就把它狠狠地挤掉。这个世界上多少人为五斗米折腰啊，哪怕是半斗米都有人抢破头。朱韵啊，你就是被保护得太好。那家伙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，这一下子就怂了，转什么转？哎，至于发这么大火吗？我看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。再为李寻气不过啊？为他自古痴情女子，薄情郎。你有没有想过李寻为什么会那么干脆的同意啊？他怕得罪张小贝，认怂了呗。你觉得李寻是那种怕事的人吗？李寻跟我们都不一样，他一直都明白自己的目标，所以他呢，从不悲春伤秋，不挂怀，不恋战。如果他做了什么让我们不明白的事儿，那肯定是因为他那样做更高效、更利落，对吧？喂，师哥，我马上到。
怎么了？谁打电话？哎，韩家康啊，不知道那个张小贝又搞什么幺蛾子，哎，让所有人都去。你倒是解脱了，说退就退。嘿，那你今天干嘛呀？难得没课，我要睡到自然醒。你不是吧？前两天跟打了鸡血一样，精神抖擞，两眼放光。现在这么百无聊赖，你能行？我累了，不行吗？之前绷得那么紧，好不容易放松了一点。你真要退出啊？那不然呢？昨天基地报工作量，你可还在名单上，李组长给你报的全勤呢。真的？你就作吧。怎么这么慢啊？非常感谢大家之前所有的努力和付出，项目推进得很好，但是一个项目最终能否顺利进行下去，除了能力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。在这一方面，新创会给我们提供技术上的支持，有大平台做支撑，相信大家都能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。我知道这个项目之前一直都是李寻同学在负责，李寻同学很优秀，但毕竟年轻，经验上肯定还是不足的，这一点我就不谦虚了。一路做到项目部主管的位置，我经手的项目也有上百个，所以接下来由我主要负责蓝冠的项目，韩家康做组长。那请大家把自己的课表报给韩组长一份。我们按照课分配任务，没课的时候都留在基地，没问题吧？我丑话说在前面，考勤不是吓唬大家，出勤率最终都会体现在你们的报酬和项目署名权上。我希望大家都能对项目更加认真负责一点，不可以一直都拿自己当大学生啊，总要学会对自己也负责吧。谁负责美术设计啊？那个 UI 部分之前应该是朱韵负责。课代表呀？他人呢？他今天有课。你们两个人一个班，他一个人有课。是选修课，何培老师的周一入门。何培老师不是出国访学去了吗？哦，那门课是别的老师代课的。别的老师啊？哪一位啊？名字我也忘了。那你打开教务在线给我看一下。连下网。
行了，合上吧。这个把它改一下。交易入门。方淑苗，我课表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小猪猪啊，小猪猪，我好嫉妒你。我怎么了？不过李寻的胆子未免也太大了吧。我觉得啊，李寻对你就是不一样。哪有，他肯定就是怕麻烦，怕张小北又找事情来折磨你们，耽误项目进度。那也不能入侵网站呀，李寻现在正在系里写检查呢。施主，你就自己悟吧，我就不多说什么了，说出来只不过让自己更酸楚。方淑苗，你不知道我们现在被张小贝折磨得要死，不过最惨的还是李寻，他辛辛苦苦做的项目全为人做嫁衣了。现在张小贝是项目负责人，韩家康是组长，李寻呢，无名无姓。张小贝连项目负责人的位置都抢了。对啊，你说最后项目署名的时候，李寻能排倒数第几？让我算算，研究生院来了多少人来着？这张小贝以为他是谁啊？跑来我们这儿耍威风？就是，凭什么听他的？哎，李寻不是挺有办法的吗？是啊，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呀？我觉得李寻会有办法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就像上次投标，这次他也留了什么后手？天才的脑回路就是跟我们不一样，这种卧薪尝胆、忍辱负重，然后再一招制敌，听起来还挺热血沸腾。我吃个鸡腿。师哥叫我出来什么事啊？你能不能把你们竞标的时候写的项目阐述给我发一份？师哥，你现在是组长，写一份项目阐述不难吧？你们不是也参与了投标吗？是不是张小贝要？你不说我就不发了。是张小贝要，他要接受一个采访，关于我们这个项目。李寻知道吗？凭什么呀？他连项目是什么他都不知道，他连 BIOS 是什么他都不清楚，凭什么所有的功劳都算在他身上？这个项目是李寻的。谁认识李寻是谁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张小贝背靠新创，年纪轻轻做到500强企业的项目主管，他有采访的价值。李寻呢，不过就是一个大学生，还是出了校门都没人认识的那种，谁在乎他有多少能力？谁在乎他是谁？谁在乎他为了这个项目付出多少，熬了多少夜？谁又在乎这个项目是不是被别人抢了？蓝冠的投标你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，对吧？哎，李寻的事情我在乎。回来了，
绿色部分，你还有一周时间。这部分一点都没动啊。这是你的任务。可我要是不回来呢？哼。你就这么肯定我会回来？你敢？有话就说。李寻，你会有办法的，对吗？张小贝那么欺负你，你不会没有反应，你一定像上次金彪一样，已经做好准备反击了吧？什么意思啊？有话你直说。尽早做完蓝冠的项目，早死早超生。这都什么鬼办法？朱韵，你知道吗？所有事情，只有在他最开始的时候，才是他原本的样子。越往后就越偏离，但仍然是值得努力的。我们努力，是为了让他不偏得更远。你说对吗？你说什么都对。所以抱怨抱怨就得了，别想真能怎么着。你再敢喊退出，就永远都别回来了。手续办完了，交给焦蜜了。哎呀，我可算是解脱了。基底蓝冠项目，张小贝拜拜了您嘞！从今天起，我终于自由了。你就这么着急？人贵有自知之明。从上第一节专业课起，我就知道这辈子是没法靠计算机吃饭了。对我来说，基底就是混学分，在系里留个好印象。那你如愿以偿呀，李寻给了你最高分。所以啊，我自觉快闪。不给你们拖后腿。又不对，我一个导航栏的颜色改了五遍了。这个张小贝，其实张小贝不懂的还能混过去。网站好不好看，他可太能挑刺儿了。朱云，过来一下。没公德心。我刚才就想了想，我觉得咱们现在字体不好看。我想要那种今年比较流行的有金属质感的流沙金色。可是咱们的背景是白色，金色和白色太接近了会看不清。那就把背景换了。哪有那么简单啊，之前我们前期已经做了很多插件了，如果要改就要覆盖之前的。让你改就改。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如果之前的插件要改，很多的数据都会错误，大家都得跟着改。这些都应该是你们考虑的问题，做事情就应该精益求精。如果从一开始就都差不多差不多，那到最后就真的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。就这样吧，你今天晚上先画个图给我，我先看看。今天画个图很难吗？知道了。气死我。别气别气，记住他车牌号，回头扎他轮胎。有道理。帮我贴一下。喂，张总。朱韵，
航蓝哈。现在这个导航蓝是这么个字，蓝罐叫的是石英画。你这办法不错啊。烦都烦死了，这才几天我已经画了五稿设计图了，一个字体一个导航蓝的颜色换来换去来回纠结，我真的烦死他了。李寻，你要不给我分配其他的项目吧，只要你能救我，做牛做马我都可以。没有别的项目，你老老实实待着吧。和别人一样，人家凭什么用我呀？朱月，你在听吗？朱月，我在，还有哪里不对你说我改就行。要我说呀，我觉得还是第一稿好，你觉得呢？第一稿好，你第一稿说啊，现在都第五稿了，你说第一稿好，你早干嘛去了？有本事关了静音骂呀。苏月，那你今天辛苦一下，把设计图都赶出来。您不是说用第一版吗？基本的框架可以用第一版，但是字体我想要第二版的。边框呢，我觉得第四版的最好。这样吧，你帮我融一下，这个应该不难吧？不难你个头啊，不难你自己来啊。哎，张总，今天蓝罐的人给我打电话了。他们怎么不给我打呢？他们说周一来看进度。朱月，改完需要多久？至少三天吧。那先这样吧。那我就按现在的了。好，谢了。做牛做马的事别忘了。你这人还真现实。陈总，比起刚才那些支付设计啊、产品列表设计啊，其实咱们这次最大的创新是这个。来，你点一下试试。怎么样，有意思吧？这个叫做微交互，也叫微动效，是现在国外网上。天哪，一个微互动讲了这么久，他果然只看得懂网页好不好看。各个角度，小到什么鼠标呀、弹珠框呀、产品图呀等等等等，特别有意思，简单就容易上手。我敢保证，进来的每一个用户没有不喜欢的。而且最近我做了一些市场调查，咱们的网站现在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这种设计的。后续有一些系统更新维护的问题，您让下面的人直接对接韩家康他们就可以了。我们一定会认真负责到底的。行，我看挺好的。我跟陈总还有点事要聊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好的，张总。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意见没有？暂时没有。这又全成他的了。项目告一段落，今晚我请客。走吧，再吕组长一顿。做不完，做不完就不让我毕业。原来是这样。我研究生读了三年，我师兄读了四年，从研一开始一直在给张小贝做项目。我师兄的论文根本写不出来，就是张小薇他不给他数据，故意卡着他，不让他毕业。我师兄给他做项目，整整一年，就给了他800块钱，还是他铁着脸要来的。
那要是不想做了就不做了呗。哪那么容易啊？啊，他是新创的人，跟学校关系那么好，我们这些人哪敢得罪他呀？我实话跟你们说，蓝冠的项目就是他抢的。宣讲那天我们根本什么都没有，那天才知道有那项目，好吗？我闭着眼睛都知道我们走了以后他会跟蓝冠的负责人怎么说。我敢拿着我脑袋担保，不会出现你们任何人的名字。这项目不管从里边还是外边，都成了他一个人的了。我对不起你们，我每天还帮他管理要数据要程序，我没了解你。牵了线的木是谁在控制？这恍惚的生活的责问，恐惧像是深渊，藏匿着什么？颠倒了愉悦，被遗忘的故事，尘封的日子。所有事情，只有在他最开始的时候，才是他原本的样子。越往后就越偏离，但仍然是值得努力的。我们努力，是为了让他不偏得更远。你车借我试试呗。车？啊。你不会是因为我不让你在这唱歌了，黑我一车吧？不至于，不至于哈。那个，我就把货送走，就把车给你送回来。货？啊。什么货？要被你勒死了！怎么喝成这样了？还不是你点的长岛冰茶、啊。才点了一杯，喝了五杯。我们回宿舍吧。都两点了，回什么宿舍？要不都去我那？你带路。行了，那我来开。我拉车，你按着点。好 ，OK OK。李轩，你在干嘛呀？拉车啊。你是牛吗？为什么要拉车？闭嘴！好大的风啊！好大的风啊！吹清醒了吗？别清醒，自己下来走。如果爱残存些温度，这场梦会自动退出。醒来后挽留你前
浪漫的摩托车幻想。什么？别发疯，坐好。拦住他。那你好好开车啊。走。兄弟，我去开门。到了。拿一下包啊。好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坐好了。把它弄过来。着凉了。这是哪儿？这是我工作室。李寻呢？李寻在自己房里啊。他还有自己的房间。对啊，平常都在基地，偶尔晚了就会来这儿。他还在基地睡觉，不是，他都在这里睡觉。忘了跟你说，他是我的投资人。你之前不是还挺好奇我们那关系吗？就是这么个意思，他是我拉来的投资人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呢就李寻那屋是个套间，我只有这一张床，所以待会儿如果你要上厕所呢，你就出，你就出这个门右转到底。OK 吗？那我要去睡觉了。谁给你放这儿？再睡会儿。哎呦，重死。腿放好。
哎，起来了。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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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放开，放手。来来来来。是人家的房间。出去。哎，你在做什么？我能帮上忙吗？帮不上。我看一下。与你无关。被你叫的。行，我闭嘴，我走。对啊，这项目都写完了，他写什么？哎，难怪你又在做什么项目？你不告诉我们？什么？你快说，你先说。住嘴！你做什么？住嘴！难怪说，别拦着我们这儿，你说快说，我就不是住嘴，快啊！我告诉我，我告诉我，住嘴，闭嘴，先闭嘴，你先闭嘴。你喝了点酒跟个疯子似的。别转移话题，吃什么？你这人怎么一整天絮絮叨叨的，从早到晚刨根问底的？到底是什么？现在清醒了吗？我现在清醒的能立马做一套高考试卷。行，自己看吧。这个系统，哎，你不要说话，我自己可以看。我现在看得懂这代码了，我不会憋死。你就告诉我，你做这个是干什么的？卖。卖。难怪那个网站已经过时了，挣不了钱的。挣不到钱，你怎么不告诉他们？我告诉他们，我挣什么呀？现在有那么多购物网站，还有不少大型平台，蓝罐自产自销，网站没有任何特点，人家凭什么进来买？他们连自己的优势都搞不清楚，只知道跟风。钱是那么好挣的吗？那你现在在写什么？手机健康 APP。智能手机兴起 ，App 才是趋势。所以您又骗我们？不是你到处说我有两手准备的吗？但还真被你猜对了。好项目就那么多，不争就没了。想让我让资源，不可能。那我们之前做的都是无用功啊，那你可以告诉我们，我们一起做这个 app 呀。解决事情的方法有很多，既然我能做出更好的，你们也能利用这个项目梳理流程，增加经验，就没必要浪费时间。等到张小贝发现自己被我耍了，绝对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。嗯，你不是不在乎我们的死活吗？我当然不担心。但你太烦人了。嗯。又爱多管闲事，
又爱自作多情。你影响我。我什么时候影响你了？朱云，这件事情我只解释一次。你以后要是再闹脾气，我……玩阴招是吧？你被林阳八中开除过，身上有处分，你要是现在向我低头认错还来得及，和我对抗毫无意义。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。时光陪